他在上海那个第一炮打的，因为他的化妆也好，演唱也好，像当时在当时已经有所归心了。1913年，19岁的梅兰芳首次来到上海演出，迄今整整100年。本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30号起，一连5天举行百年上海梅兰芳纪念演出，以纪念梅兰芳大师在上海缔造的辉煌一页。新人乐在线上海采访报。